儿跑。哦，走嘛。邓大姐姐。这里倒不住。今天不行了，加强了。哎，不得行，你看我倒得行。咋子？还把狗？走嘛，没得事的。我们看到狗来了，我直接给你挡。你别骑得那么快哟。我挡的，我没得腿，我只是往前头冲的。走走走。来，兄弟，这个车上，哎，自己上呗。春天上喽。嗯，快点啊，农村最正宗的土锅面，这个可是没有掺假的。吃了过后身体好。哎呀，怪不得大家那么喜欢吃蜂蜜，这是春天上的。我对了，我就是我的。我不要了，那吃一口，吃一口吧。嗯，吃一口吧。哎，你整点嫩的玉米来整。啊？嫩的玉米。玉米哦，玉米包。去年子没去到，去年子。哇塞！好耶！别说了，我也是玉米在整。不需要在这整噻。自己吃那个。哦，自己吃的无所谓。哎，手是洗干净的。手肯定洗干净噻。我代替网友先把这个问题问了。哇，你看这个蜂拥堆成两边，从星星不接，一点一点的拆过来，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层的，几层包台？你看，一二三四五。那看一下这个那个蜜蜂在上面，还要吹，对，蜜蜂舍不得离开。对，我猜此时此刻网友们的心情就是想吃，我不信你们可以炸个车，炸个车，早上吃了蜂蜜水，肯定是啊，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啊，炸玉米，哦，还有就是，哎，给多少？你们来得好，是你妹妹回来噻，要捞一罐罐的，哦，肯定嘛，哦，二两是收获的，哦，那是收获的。那你跟我们整了，那就拿一瓶啤酒，拿一瓶啤酒。他们那天没去到过他们那天咋个吃嘛？哥，晓得哪人了？收获的人才晓得，这是正宗的，吃了对身体好。哎，我觉得现在买到蜂蜜能够买正宗的太少了，只是掺了水，就是掺假的。那你买了正宗嘛，内部就销货了，那还有卖的嘛？哦，内销货。我心里都没给。好甜哦！哎，这啥子好甜嘛？这是我们农村的家常便饭，你这是。你这话说出去，好招人，好招人嫉妒啊！你大盆鸡。哦，这哈大子，大子就是。老年人、小孩、孕妇吃了都好。哎，大子蛋的都要重坨坨的。哎呀。哦，我表妹那边有了吃蛋壳，比较好嘞。他们说，哎，好拿点回去，小孩子吃。肯定噻，你干到底嘛？妹妹，嗯，那个蜂糖你晓得来之不易哦。对啊，都是蜜蜂一点一点的积累回来的了。所以说，我要做一只勤劳的小蜂，小蜜蜂。每天都会开出更精彩的视频的。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嘛啊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